Hello，现在头好痒，我天哪！我头发太长吗？我昨天没开台，是因为我5点睡到了12点，11点多。帮我听一下，我背景音乐会不会太大声？因为我发现我听我记录档，想说。到底有没有声音？然后就调很大声，才发现说我 BGM 好小声啊。这次画完应该下一次的图啊，就是我的商品。泡泡假吗？会什么？会太大声？会太大声？会太大声吗？看看，会什么？会太大声？会太大声？听听看哈，等一下哦。哦，OK，这样子，听听看哈，等一下哦，好了，继续。你们是听 BGM 很小声，还是我声音很小声？现在啊，现在是画委托啊。你好，你好，你好啊！声音很小，我的声音还是背景声音。若是我的声音的话，我。欸，真的欸，我声音怎么那么小等一下哦。可是玩游戏如果太大声的话，就会爆音啊，就维持这个吧。今天是礼拜六，对不对？我明天要出门。是啊，我虾皮的东西有一个人买了之后，就是都不去取货，然后就是现在退货又要退回来又要去拿，麻烦呢。礼拜六有夜市逛，北七哦。我们是礼拜五、礼拜日才有夜市逛。
我等一下画完应该就睡着了吧，因为其实我现在还是有点想睡，可是再睡下去，就过了交稿时间了，而且这两天又在赶一部影片，好忙啊！而且我的商品还没开始画。到了，不是啊，真的很累，很想睡哦。帮我来听这首歌。我今天一直在，昨天晚上在找那个剪片用的 BGM。接一个很适合啊，啊，听这个好了。求繁星回我，你要回你什么啊？你要我回你什么？你说我声音很暖，可是不暖啊。比较暖的应该是团团吧。
我在画另外一个小雨，不是那只蜜蜂的小雨，我还在画前天画的那个委托。然后这个没有打草稿，是因为我那时候我这个草稿也打很久了啦，所以没有开台画。因为我要先问清楚这个是不是他要的。歌单变了，有没有觉得这个 BGM 很耳熟啊？你们有没有推荐类似这么轻快的给我啊？我觉得我比较适合，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活泼开心的歌，对啊，菜渣的。我也想找这种比较开心一点的。我跟小飞什么关系？朋友关系啊。兔子玩命关头啊，他开箱影片也都是用这个啊。我有什么压力哦？很多啊，出社会就知道啦。啊、哦，期末有压力哦，好爽哦，我没有期末压力耶。阿贝，你不是最没压力的吗？人家每次开学你就那边很爽，不是吗？
因为出社会后每天工作都是考试，也没有那么夸张啦。像有时候工作，你看，如果你工作开心的话，那你考试也很爽啊，是不是？鼻牙又怪怪的了。牙怪怪的耶，社会猜我考几分？零分可以吗？哎，你好多问题哦。虽然我是不介意回答问题啊，不过你问题可以问一点。正常我能回答的吗？不要都问一些我看了就懒得回答的。而且大概再过个五分钟吧，我就会不看聊天室了。不是不看啊，比较没什么看聊天室了。我要上色了，等下画完再来看要玩什么吧，或是要画什么。喜欢画画，喜欢看别人画画，就跟我一样啊。我也不喜欢画画啊，而且我也比较喜欢看别人玩游戏。所以有时候我不开台，就是因为我想看别人玩游戏。大小眼啊，有一点。好啦，等一下就画到一个阶段才会看到聊天室哦。从小到大最最最喜欢的游戏是哪个？从小到大，你是指线上游戏吗？还是什么？最喜欢的游戏哦，魔力宝贝啊。就是开心宝贝吧。
我要洗眼料了。开启。直接重新洗眼料。角色很帅的魔力宝贝，没有欸，我喜欢的那只角色也没有说很帅。早安哦，早安哦，早安哦。我早期画的图，哪些啊？黑历史那些吗？反而很不敢去看欸。历史都很黑、欸，但又舍不得删掉。
干嘛？不是我在画画，没有时间看聊天室。是叫。哦，没有啦。我浮水印是最近才加上去的，因为会怕有人是从直播记录上直接给我载图片下来当大头贴啊或什么的。哎，这就真的有发生过，所以本来是当时想把直播记录全部下来，因为防不胜防啊，一定就是会有人去钻漏洞啊。钻到之后又很开心，跟人家炫耀，不是炫耀啦。最害怕发生那件事情，你是说什么那件事情？我觉得，我怎么感觉你这次是不一样的话哦？欸，拜托，人家付的这笔钱比你贵了几倍好吗？我画给你的那个是这个，你根本，哎，怎么讲？那时候是刚好有手感才画那个给你，冠军，你怎么可能长那么帅？拜托，这眼睛怎么怪怪的啊？又小。哒哒。哦，这样正常的啦。最近好多委托。对啊，开了委托图，开了委托台开始后，就一大堆人来委托了。也好啦，不然当时是说要以画画为主的那个实况，结果从来就没有好好的在画图。可是也是发现。台湾的市场画画就真的没人要看啊，要么就是那种真的很强很强很厉害的教学台、教学影片才有人看。欸，不要看我这样哦，我都有偷偷在观察一些绘图界的东西哦。反正就是教学的，欸，比如说画姿势啊、画手啊、画脸啊那种，比较多人会看啊。但是这种好死不死，我都不会，不是不会啦，有在偷偷慢慢练习啊。但是就是拿来拍教学影片，我觉得
没到家，干嘛要丢人现眼，对不对？你好无聊，我不无聊啊，我很忙欸，没看到我在画图，我没有空，我没有很多时间一直只顾虑你哦。而且你打的字我真的都很不想回哦。啊，孩子，我不会，我不可能一直花时间在你身上啊。在练习，去练习呀！看你搞不好会，我刚不骂脏话啦，我是说，你看你搞不好会哪天比我还强啊！现在赶快去练习呀！不要只会用讲的啦，有练习是好事啊，就只是说。很多人都说自己多强多厉害啊，啊，反正我看不到，你怎么讲，我也随便听而已啊。欸，我好想把你 ban 了哦，讲一大堆屁话，我都不太想看了。会不会太凶？应该不会太凶吧？那发言我真的看不太懂，安安哦，帮我帮我，你帮我编他，拜托，拜托拜托，帮我编他。不会画人物哦，你都这么直接的吗？没有，我会给他几次机会。我已经开始口头劝导了，如果他再不听的话，我就是耐心没有了，就直接不客气了。人家才十岁，没有啊！我跟你讲，我给每个人的。底线都是一样的，就只是说，如果你一直把我的底线给，应该说把我的耐心磨光的话，我会对你不客气啊。啊，你感冒好点没啊？想问要如何委托我到粉专私讯我，就会有专人为您解答。不过近期要委托的话，可能要等到二月底了。主要是因为，我自己 CWT 的商品还没开始画，一直在画委托，所以会来不及。我现在商品都还没做欸，不知道有多严重了。二月中就要 CWT 了，现在已经一月中了，所以我这几天一样会在开画图台。不然就是私下自己画图啦。感冒没有比较好，你有没有看医生啊？昨天下线之后，我也下线去睡觉了啦。
欸，没有，我没有下线睡觉，我在画图，我在画这张图，没有开台，但在画这张图。非人类，你要去粉专问我详情啊，我才能好老实回。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什么叫非人类啊？你说画狗画猫吗？那我觉得你去找狼儿吧，他比较会画动物。哦，微微，我刚刚不是问你，我刚刚是问另外一位，在乔克福认识的一位，算什么粉丝吗？人家感冒，那你没事回我干嘛？下哈，没办法、啊，我开台画的话，这张草稿画太久了。如果没有，都不是下画，应该也是拖很久啊。用哪个颜料？这个吗？哦、这个真的好。感冒不是也很久了吗？你觉得我会关心你吗？我在关心其他人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问你，你不用顾虑他，他脸皮很厚，他经得起，他玻璃心很硬，不用怕，他最喜欢被我呛了，他只要我们在同一个通话没有被我呛，他就很不舒服，啊我就算不理他，他就是会白目到我理他为止，他就是这种人，所以我才不想理他。对阿伯，
上次不看聊天室啊，可是聊天室刷太慢了，你知道吗？我都已经画的差不多了，然后看到一下，左右视频还在打字。所以只好勉强再呛一下你啊。我其实昨天头也有点晕欸，昨天睡超久的，把之前前几天睡不够睡回来。我前几天啊，一天只睡大概三小时，然后持续了大概5天，那在昨天应该就是撑不住了，这个直接睡死了。观众打字慢，没有啊，我是嫌观众都不打字啊。我在嫌都不打字啊，这样被我看到，看来看去画面还是一个人打字而已。哎，我今天画完了，好了，我先存一个档，因为它要分两种使用。上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一天比一天早睡，但是一天比一天累啊。可是我没有上学，我就会这样累。我以前啊，我们家以前是开小吃店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小学，就跟我妈吵说，我不想上学，我想要在店里面帮忙工作这样。然后我妈就说不行，学费都交了，去读。然后后来等出社会后，就觉得，哦，真的念书比较好。念书真的比较好，我怎么懒？然后主要是小学那时候，我去帮家里的性质帮忙，而不是吃那种老板的脸色啊，有的没的。
我画完了啦，就剩背景了。背景就只是加个颜色就好了。我看颜色，先这样啊、哦，看到了，这边没画到。繁星的图之下练习不公开不公当用可以画啊。等一下，你的练习画是什么意思？你是要拿我的图去参考练习吗？是可以，但是一定不可以用描的，描的不会进步，你相信我。看到浮水印就一直抬头，以为可以看到后面，其实哦，好啦，啊，还没签名，参考拿人设而已，不描图。参考拿人设什么意思啊？我叫做参考拿人设。会画画真好。哎呀，这个要练呐、啊。好了，我们来画商品图吧。